网上总有人问，人为什么要上班？不上班不行吗？回答总是戳心，你是家里有矿，还是有皇位要继承？如果都没有，那就乖乖上班吧。大多数人工作的唯一原因，不过是为了赚钱，为了谋生。我们不是爱上班，而是只有上班才能支撑起生活。虽然上班很难受，但是不上班也不见得更舒服。上班的意义，除了扛起生活的重量之外，还能认识不同的人，填补生活的空白，拓宽人生的边界。毕竟如果不上班，很多人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成年人的世界，上班与否都不是自我能选择的事情，如果不能改变它，那便学会享受它。转变一下思路，也许就不会带着枷锁跳舞，而是积极的面对，热情的投入，原本难以忍受的事情也会因心态变化呈现不一样的面貌。好好上班，用赚来的钱弥补所有的不安。